我们走出来，莉米亚穿着艾瑞哥哥的鞋子，穿了一只就跑出来了。哇哇！啊哇哇！他看到花了就哇哇。艾瑞上楼吧，四姐姐。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他要吃什么回东西。哇哇！哇哇！哇哇！为什么老是说哇哇呀？嗯，他们要的东西都是用哎哎，没有东西上楼睡觉了，睡觉觉，来来睡觉觉，睡觉觉。嗯。嗯。他妈打给你，没吃饱啊？那可以啊，穿在上海的嘞。